不能直接停车，所以就停到这里来了。标志的，这是他们额外买的停车场。店铺前面呢是即买即走的，但是我们是想坐在店里面吃，所以的话没办法，就只能停在这里了。 Gusto， 我们来了。这辆白色的车就是送几个美女过来的啊，这几个送几个美女过来的，他们买完即走。这里有四种尺寸的杯子，小杯、中杯、大杯、特大杯，每一种尺寸对应的这个价钱的数量是不一样的。好了，朋友们 ，Gusto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也喜欢冰淇淋的话，一定不要错过这一家哦。朋友们，再见，拜拜。